张的心直口快，圈内外皆知。对于看不惯的人和事，常常直接炮轰，毫不留情。小钢炮发起威来，绝对不同凡响。今小钢炮将炮口对准了自己一回。3月18日，正值冯小刚55岁的生日，下午17:40，他发布了一条为自己庆生的微博，感谢父母、家人及朋友，还自嘲让我这条双鱼的狗活得有滋有味。最后还不忘向自己平日里得罪过的人道歉。微博原文：今天是我的生日，55岁。像我这么不老实的，年过半百还全虚全伪，没病没灾，老天爷真是厚道了。感恩父母赐我生命，感谢家人和朋友让我这条双鱼的狗活得有滋有味，没什么不知足的了。各位有得罪过的，一定致歉。冯小刚这条自嘲式的生日感言再次引发网友转发热潮，纷纷表达了对冯导的祝福。舒淇、刘若英、李晨、冯远征等不少明星也在微博上祝福冯小刚。对于冯小刚的道歉，刘若英在微博中回复：您也很对得起大家了。但也有网友对冯小刚这种自嘲颇有微词，为什么您可以调侃自称是双鱼狗就可以，而我们自称屌丝就变成自甘堕落了？